大家好，我是何时何地何时何地，现在时间是下午时间3:05，然后咱们现在是在中原路和金水河交叉口这一块，然后咱们看一下蔡王村那一棵400多年的老槐树。这棵老槐树据说有480多年，是当时蔡王村从元末的时候迁到郑州时种下了一棵老槐树。蔡王村就是咱们以前说大石桥的时候说过金水河改道，就是在这改的道。蔡王村往北就是40几年左右新修的一个新水河，金水河。以前的金水河是走市里边。据说是王氏的祖先迁到郑州以后，因为这个地方水比较好，地也比较好，适合种菜，所以说种了菜往市里面卖。它距离老城大概也就是一两里地，所以说后来蔡王村就以蔡和姓氏命名了。这个是蔡王村原址上建的一个碑，这个就是一个这个老槐树。昔日的蔡王村已经拆迁搬迁差不多了，然后就剩下这一棵老槐树成了蔡王村村民唯一的一个念想，每到重要节日都会来这里看看。